好好累吧。是吧？你又换了个问题，你看，扣你啊。
他问他妈的念着吧。你就穿了，贴着了。要死我了，你呀、啊！中不中不中不中，关门关门关门，开空调。哎呀，我要了几百几千元。你看这个，开空调关关门。这鸡巴面还挺闷的，这你看要死了。
是吧？是吧？咋你变大？把这个大了。搁哪儿嘛？大的。嗯。我说住。我说住，我说我就讲不了了，我说住在这儿，我派出去了。嗯。我当时我想着这个住在这儿，我说你家我给你派了，我说你搁这我这你居没路嘛，所以说我说。嗯，不用，啊，太多。弄根蚊香，回头我给你拿根蚊香。蚊香吧。嗯，那香。蚊香管用不管用？我告诉你说，到这屋弄两根一点，到这屋要弄两根一点，蚊子苍蝇都得死了。我说兄弟。